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人间万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听听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里跟我们要谈的是什么事情呢？大师今天要跟我们谈一谈，现在活在21世纪的人都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密码。大师是这么说的，现在是个密码的时代，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与财产，现代人使用的许多物品都有密码保护，例如，第一，网络信箱有密码。现在资讯发达，尤其电脑网际网络的资讯更是包罗万象。但是要进入电脑网络，不但每个人的电脑都设有密码，就是电子信箱也有密码。因为有了密码，就可以防止机密资料外泄。第二，保险箱有密码。保险箱是专门用来存放贵重物品的设备，为了防止物品被窃，所以保险箱也有个人自设的密码。有了密码，就不怕别人开启。第三，金融卡有密码。现在金融界发行各种金融卡，包括金卡、银卡、钻石卡、贵宾卡等，都有密码。每个人只要一卡在手，可以说走遍天下，既方便又安全。只是刷卡虽然容易，付款却很难。所以金融卡虽为金融界打开很多市场，但也产生很多卡奴，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第四，对号锁有密码。有一种门锁不用钥匙，使用的人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启，不但免去携带钥匙的不便，也可以预防钥匙遗失，既省事又方便。除了上述生活用品有密码以外，每个人的生命也有密码。生命的密码在科学家来讲就是基因。现在有所谓基因改良、复制牛、复制羊，甚至未来还可能有复制人出现。只是这一种生命的密码还是在物质形象的层面上，只是一种机能功用，就和上述的密码一样，是可以改造更换的。也如同衣服的大小，可以依人的胖瘦修改尺寸。所以透过生命密码的修改重组，借以开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智慧，增强人的体能，以现在的科技发展看来，都是可能实现的事情。比生命的密码更高一层的，应该是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是无形无状，无质无量，如《心经》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如果勉强用一个名词来形容，那就是波蕊。波蕊是生命密码中的密码，这种密码只有诸佛菩萨才能解码，才能使用，因为那不是用知识可以透彻，也不是世智辩聪的智慧所能了解，而是一种不修而修，不正而正，不悟而悟，是完全超越时空对待，是超越生死以外的一种密码。我们如果能把这种心灵的密码透过修持体悟出来，则人世间的形形色色，甚至生死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当下自然会有一种一朝风月万古晴空的朗朗乾坤现前。以上是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第四册里所跟我们谈到的密码，刊登于2006年7月2号的《人间福报》。刚刚听完大师跟我们谈密码，谈到了物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会使用到的密码，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有感悟。不止从现在，一个上班族可能进到大楼要密码，然后呢打开桌子开启电脑要密码，要收电子信箱里面的邮件要密码，甚至打开手机，我们天天使用的手机，这是属于个人，好多的资料都存放在里面，这手机的开机密码也是非常重要。然后好多好多的密码生活在我们身边。今天读了大师的这一篇，倒引起我一个好奇的想法，到现在为止其实不知道包括我在内，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算过，在我们每现在，不只说是每一天，我们到底一个人拥有了多少组的密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真的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可是这么多的密码，我们常常会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但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去想过，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心灵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一组心灵密码呢？相信大家今天听到大师在这一篇密码当中说的，我们心灵的密码是无形无状无质无量。心经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一部佛教的最简短的经典，但是里面讲到这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我们超越人间这种世智辩聪的智慧的一种生命中的密码，心灵中的密码。对很多人来说，真的这一组密码可能是最难创造也最难解读，甚至可能最难找到的一组生命的密码，心灵的密码。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我们老老实实的简简单单的一点一滴的，我们来修持，来去找寻这一组跟我们提升我们生命层次的这种心灵的密码，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地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如同大师说，人世间的形形色色起起伏伏生死烦恼，透过这一组心灵密码的解读，
我们应该都可以放下，让它烟消云散。所以呢，这一朝风月万古晴空的这种朗朗乾坤、坦坦荡荡的，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过得舒舒坦坦，这一组密码才真的是值得让我们好好的透过一些修持的方法去找寻出来、创造出来。希望您听过今天大师跟我们谈的密码，对于我们心灵的密码也有一份好奇，然后呢好好的去搜寻与创造。谢谢您的收听，继续祝福大家在这段时间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万事如意、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The power in me.